咱们看好怎么躲定时。还是这个，还是雕刻家，帮帮。哎呦，困兽！我靠，我在想这个树要不要交，因为交有困兽，这树还是触发了，很短，看来这个很短，非常短，只能换追我了，因为找不到看太远的。感谢好的，转移目标呢？看交到那个头的方向啊！大家看到他炸弹台怎么那个啥的，怎么抬手的？动一下，取消后摇，继续吸。不能坐车吗？还是坐不了车？你完了，宝宝，你完了，你这波裂开。有力破译。未削还好，削了更加那个毒瘤，我都忘记白描了，电都充满了。别救宝瓶，这不有病吗？你真的有点毛病啊！你是这对我自己带薄命，为什么那样子？停顿真的不动啊，咱们博弈一下，要是一直狂丢炸弹就那个了。哎呀，对，囚徒要死了，赶紧看这囚徒要惨的要死。囚徒，我靠，这么有点夸张了，这有点夸张了，囚徒死的有点夸张了。你怎么只会原地丢磁铁呀？你真的是电脑吗？有点像麻痹患者，我靠，有点像手部麻痹患者，我靠，他就挂他了，他再不挂他起来了。你不是有那个什么薄命吗？有搏命，我要被定死了，咱们看好怎么躲定时。